啊，启六，啊，我想今天还是要来跟你探讨，那么大湾北段的问题。那探讨大湾北段问题之前呢，我想，因为大湾北段事实上，照我的看法，已经是完全无商机的。所以为什么造成大湾北段的没有商机？最主要就是内科从工业区没有缴回馈金，直接跳到商业区。来，我们来念一念哈。内湖区公所的内湖志是怎么写的？民国84年，赵腾雄董事长看中了此内湖轻工业区100余公顷的宝地，于短短的十几年岁月里，远雄企业在内科合计盖了41栋的厂办大楼。那我想，既然是轻工区，怎么可以盖厂办大楼？怎么可以盖办公室呢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就叫做违规使用。彭局长、彭副市长该去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马英九没有去抓，图利的赵天雄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段。我们实际上看吼，中南部地区啊，咱顶你妈了吼，啊要求哦买农地变更成住宅用地，啊这要求这要求，官商勾结图利，天打雷劈一直干嘛？那事实上当然是不好，但是这个叫区段征收。老百姓要捐出，地主要捐出60%的土地，只有取回40%的住宅用地。来，督发局长、王局长，没错吧？区段征收是这样，没错吧？对，40到50。好，40到50，好，原则上就是要捐赠40到50。好，那我再请问一下市长、柯市长，赵腾雄在内湖买工业区、卖商业区，有没有缴交任何的回馈金？没有。没有哦，这要求我，那你嘛也干农地变建地，要求我官商勾结图利哦，天打雷劈哦，那这个要不要 double？ 我告要求，所有的大湾北段的罪恶的权源泉加加来，没有缴任何的一毛的回馈金，这个叫什么？图利，叫可恶。好，咱过来讲，都市计划法27条之1规定，工业区变为商业区，应捐赠土地40.5%。督发局长，对不对？这是都市计划法，对哈、哦？好。是。所以远雄一毛钱都没有捐，可恶自己！马英九政府土地的他。好，我来看《内湖轻工业区辅导管理办法》是地方的自治条例，与《都市计划法》27条之1第二项要捐赠40.5%，中央法令抵触者无效。其实吼，内湖轻工业区辅导管理办法到现在为止还是违法，因为它抵触了都市计划法27条要回馈，其中第三件代志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了吼。一个其实当年马英九的政府的时候，法规会的解释是怎样？他说内湖轻工业区辅导管理办法不好，你要赶快回归都市计划法。但是20几年来都没有回归，这到现在为止，启定我是认为它是违法的，违法没错吧？启定，好啦，很困难的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来，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了哈、哦。你想爱讲五万，你应该牛肉面嘛，对不对？那内湖轻工业区就叫做阳春面，大湾北段的商业区就叫做牛肉面。它两个面的价格不一样，大湾北段的牛肉面价格是内湖轻工业区价格的一倍，地价是一倍，没错吧？对。那么照说啊，咱常咧讲一句话啊，火星若要吃，都要自己喝，对，要自己打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如果由工业区变成商业区，就是要依据《平均地权条例》27条，捐赠40%，就是讲。我要做商业区，我要牛肉要自己买，对不对？结果马英九没有让赵天雄去买牛肉，他直接怎样？直接转过身来跟大湾北段说：“啊，你这五八就这贴了，把它丢到内科，这非常的恶情呢。”叫共是赵天雄自己要付出40.5%买牛肉，结果他已经变成牛肉面，牛肉面从哪里？从大湾北段来。大湾北段还有商机嘛？内科一共有399公顷，
大湾北段才39公顷。好，我们再讲一个，齐六内湖的交通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讲给我听。都市计划失败。对，哎，看我讲你听了哈。如果当年依法都市计划27条要建正40%，对不对？那40%就是做停车场、做道路，对不对？对。剩下60%可以盖房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原来的计划是工业区，没有那么多人，那个交通绝对是可以的。变成商业区以后，那人口增加嘛，但是你把它限缩到60%的时候，内湖交通就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的罪恶的根源，就是马英九政府图利的赵仁雄没有收这40.5%的回扣金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部分原因呢？啊，不。原因之一的，原因之一。好，还有其他看，真的是原，其实其另外讲啊，那江西的 party 出的时呐，遐绝对袂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马英九为什么定内湖轻工业区辅导管理办法？这个办法是非常恶、非常恶的恶法。我们在马英九的手下，我们来讲第9条哈，本工业区是由土地所有权人。应于本办法修订通过后3年内新建或出售，未依规定期限办理者，依《平均地权条例》26条征收空地税或造价收买。民国57年开始，内湖是不是禁建，都不能盖？我们期望的是有一天分回来是住宅区的，结果分回我们商业区，做产的要炸也要起工厂了，我们很可怜。结果呢？马英九84年，赵腾雄开始买地，买不够。在民国88年的时候，马英九替他又出了一把力，他讲哦，你内湖的人，如果88年以后3年内你没有盖工厂或出售，我要造价征收或者征收空地税。古有逼良为娼啊，今有马英九啊，逼着内湖的农人盖卖土地，有空好不？其他地方有空好不？其实26条不是硬性的规定，你知道吗？不一定要写在上面呢。我写了一个刮胡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？德式建设发展情形征收空地税，某一顶都爱征收空地税呢。我告要求呢，欺骗阮内湖的人。我再讲一句话，其实哪你绝对袂做这番代志。你明明知道这个产业是商业，马英九你不做商业，你应该跟内湖的老百姓讲。哎，我家今麦要做商业，你土地唔通卖，唔通卖哦，会起价哦，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才对？恶气，逼台湾人卖土地，逼良为娼，怪吼，可不可恶？照说是你已经要变成商业区，要跟我们内湖人讲，土地唔通卖，唔通卖哦，会起价，真的是，啊，人是一个有人样，怎么一个头脑渣子这样做呢？来，我们来看。第4条第5款，经主管机关认可之产业。那么当时马政府到议会来讲，跟我们讲，都市计划速度很慢，还是内湖轻工业区辅导管理办法比较快。所以呢，你授权我们建设局来定产业好不好？但我们议会公公，当时我们很正直，不像他们贼，我们就说好了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民主嘛，就准了。结果准了以后回去才知道这产业是什么。建设局说这个产业叫商业，哎，工业区辅导办法怎么会有商业呢？马英九政府连台北市议会都敢骗，这骗子实在够狠。好，我来讲一下，马英九讲，他说啊，为什么订内湖轻工业区辅导管理办法？因为都市计划无法跟上管制的，就都市计划哈、法令修订的时间很冗长，措施先机啊，所以。啊，等顶尖办法了，从民国88年到101年，12次的开放使用，包括企业总部、餐饮、国际贸易、健身服务业、银行、创投，其中这是不是都商业？都是商业嘛？对。他一共花了13年的时间，才完成了他的这变成了商业、啊。他说这个比较快，骗人。就是为了替赵腾雄省40.5%的回馈金。我们来看马英九的都市计划都有效率。伊华饭店，请刘队长，你最恨的伊华，
可以做住宅使用嘛，哈，采用都市计划法处理。民国九十四年元月十四号签稿并成，三月八号公展，五月五号都委会通过，七月一号公告，拢总无半年的时间。市长，是都市计划较紧，还是内务清工会去辅导管理办法较紧？是你家认真？那是看你要让哪一个快，哪一个就会变快。对啊，可恶啊！是不是拢总干那为着要替赵腾雄省下40.5%的回馈金？如果依照都市计划来，就是要缴40.5%的回馈金，对不对？市长，你讲足可怜的，啊，不是你也唔对，拢是遐妖兽，老像遐是足无道理的，害你就唔知要怎处理，来话交通也有问题，可怜大湾北段拢徛伫遐，啊，好啦，来，市长，哦，上面，好，那种大湾北段的主委，他们很痛，因为他们是最终的受害者。来，不可以敲玻璃哦，嘿，来，市长，那么马英九政府为了名下一个这么大的谎，他怎么讲？他就骗我们说，我们是为了内科的产值，为了我们台湾造就我们的商业。事实上，有没有创造制造的产值？市长有无？他是总公司设在那里，从那里收税。对，市长根本没有。来，产发局长，请上来。真正的从国外引进的是不是在第三行2%？没错吧？国外第一次进驻在内科有103家，大概占目前的2%。好，齐六，啊，就是讲制造真正的创造出产值只有2%，就是800亿。还有什么？还有3兆9200亿是本来就在台湾的，就是岛内的位移，有没有创造制造的产值？没有吧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最主要从哪里来你知道吗？90%是从台北市引进来的，按台北市里来，所以哪有创造制造的产值？我被他骗了那么久，骗到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联合报记者写的，我知道啊，要求啊，诈骗集团的首领马英九等。好，齐六，你知道东区为什么没落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讲给你听。90%的办公室是从台北市引进来的，也就是10万。内科现在有15万的员工嘛，原则上有135000人是从台北市进来的。从东区进来会有多少？11万至12万。这11万至12万的人，早上要不要买个三明治上办公室？中午要不要来吃午餐？下午要不要吃下午茶？下午要翘班去买东西？晚上要不要吃个便当，然后逛一下？少了这11万人，东区不会萧条吗？会不会萧条？一定会。会。所以你们产发局长乱讲嘛？他说我奉街跳街舞，乖公跳把一卡登去啊，啊是行李不起来。所以千错万错都是谁的错？都是马英九没有收内科40.5%的回馈金，因为只要收了以后，他的这个物价就上涨。上涨了以后，那个冲劲就没有那么强，就不会害死台北市的商业区，也不会害死的大湾北段。来，我们来看下一页，这是一个联合报的记者写的。其实联合报哈，跟国民党最好，民国九十七年跟马英九更好，但是呢，这个记者的心里哈，阿被下以后阿不应该很痛，干在心里。他写了几十篇的、几十章的这个文章，但是骂得很痛。起定来，我讲给你听哈。联合报93年4月28号，内务科技园区的报道，夏主宇迅速回顾内科的过去与现在。他说啊，马英九政府原没有内务科技园区的构想，但民间自发性形成，等于政府被拖着走。你开办公室，你胆敢在办公盖工业区盖办公室，就抓你就对了，怎么会被拖着走呢？市长，当然一个物件拖着走，就是狗才会被拖着走。市长，你敢没有拖着走？只有狗才会被拖着走嘛？被谁拖着走？
他下面一段说啊，赵腾雄啊，看好这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，趁当时地价烫低啊，大量收购内湖轻工业区的土。我们那里本来就是轻工业区，地价本来就是低，按理来收购还没关系，马英九又逼着我们内湖的老百姓要卖土地，我再讲一摆，比必然为长个个看我看我要求，别管哪有人买土地哦，赵天雄们。然后远雄集团，远雄内湖轻工业区，远雄集团在内湖轻工业区所在的工厂，看起来不像工厂，却像办公大楼，违规使用，本来就应该去抓，不去抓就是失职。来，我们看最后一段，用工业区的工厂价格可以买到和台北市商业中心一样品质、坪数更大的办公室，对业者来说，俗个短啊！市场不要俗个短啊，当年嘛无嘛俗个短啊，他少了40.5%的回馈金，俗个短啊！好。那我们来看，其实第一点，从这记者来看，第一点，赵腾雄违规的时候，马英九该不该去抓？要抓吧？不抓就是违法哦。啊，第一点，好，马英九不，赵腾雄如果硬要在这个内科盖办公室，要跟他讲，对不起，你再来，我就告发你。其实。马英九没有去告或是职务的怠惰呢，我就告发你，你要盖工厂啊，盖办公室，拜托你到大湾北段，应该是这样才对吧？对，这才是合理的嘛，哈。那如果你赵腾雄硬要在内湖轻工业区盖办公室，那很简单，依照《都市计划法》20条，最少是40.5%回馈金，没错吧？害谁？害的内容统统凄惨，害的台北市的商业区。我告诉你，来，让我来看。其实这个记者哈，真的写。来，我们再看他写哈。他说：“赵腾雄们说了哈，我们不需要对外行销啊，厂商自然就帮我们行销了。内湖轻工业区的聚落效应。”是由建商与电石西贵相互作用下造成。可知远雄集团成绩销售成绩好，并发挥内湖科技园区群聚效应的成效，并非偶然，就是有问题才不是偶然。期间有缜密的行销过程，以拍摄工，这叫贪污，叫腐化，叫图利。但是他能写的，只是说。缜密，不然我想了一想，我来替他把缜密做一个解释。其实你看这样有道理吗？其实下一页，在表面上看，哈，其实内科需要，我马英九就给嘛，创造四兆的产值嘛。刚刚讲过，这些东西骗人的嘛，表面上好看嘛，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，左校长赵腾雄是不是开始买工业区？七六点，对，赵腾雄被抓到，没有抓到有多少我不知道。赵腾雄只要碰到公家机关，一定送钱，对不对？当然没有证据，原则上是这样，没错吧？啊，赵腾雄送钱，只是我们这里没被抓到而已啊。他每一个地方都有送啊，那谁收？我相信马英九没有收，因为马英九叫不沾锅啊，不沾锅怎么会收到钱呢？因为整个锅子早被许志坚抱走了，他怎么收得到钱呢？其实许志坚不是朱立伦的许志坚，是马英九的许志坚，以前的都审一塌糊涂，杜委会一塌糊涂，我们以为他有正义感，为了所以我们时常跟他吵，但是我们还原谅他，但没有想到到新北市以后才发觉，原来这些东西为了钱，拢为了钱了，所以呢。马英九的团队收了钱以后，那就放使用项目给谁？给内科的办公室。那内科办公室这些人呢？这些商人呢？真的讲，商人是最无耻的。他明明知道他自己买的是工业区，跟马英九讲说：“哎，牛肉拿一块来的，
那马英九就真的去大湾北段抢牛肉给他，哎，要求呢。好，那牛肉给了以后呢，内科的办公室是不是涨价？几丢丢？对，涨价以后，赵腾雄好不好卖房子？当然好，对不对？那好卖子赚钱了以后，要不要来给呢？当然要再给。那徐世坚，你要不要收？当然收啊，收了以后再放啊。一共放了13年，要死。所以这个记者，他非常有良心，他最后写了一段，我来念给你听。他说啊，他很不了解啊，既然有都市计划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、啊，又为何订定一个特别法来规范？就《内湖轻工业及辅导管理办法》，为何不用都市计划的方式最直接最有效？本来就应该回归都市计划，对不对？齐六六。嗯，对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是觉得马英九到底在干什么？可恶的事情做了这么多，来放下一张。有两个人哦，你看着就恨，咬牙切齿。一个叫马英九，还有一个叫许世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怡华饭店修正说明，在右下角取消原计划。不允许住宅使用，也就是说从今以后怡华饭店的一半可以做住宅使用，没错吧？急丢丢吧，这你知道吧？知道，知道。好，那么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呢我去调公文。为什么奇怪？原则上大湾北段商业区是整块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准怡华，那怡华一定请去三个人跟个人都不赶快签完了以后要写下不为例，只有过这一件，对不对？那不然第二个签的办法就是说，一划过了以后跟他长得一样，这叫通案，再来申请通通要过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那一划到底为什么只是个案呢？只通过这个案子呢？所以，那么我就去调他的签呈了。那么在签呈里面写的。照说啊，要准啊，也要写什么原因？因为内科啊，已经是商业区啊，大湾北段毫无商机啊，说不要放，通通没有提到这么，只有两页，只有两页。好，我们来看黄胜那个部分，他说啊，允许国际观光旅馆局旅馆式住宅，直接说他可以做住宅。好，旅馆式住宅是什么？黄局长，您是笑来回答一下，旅馆式住宅是什么？谢谢这些，我是没有用过了，不过他可能就是属于有兼旅馆跟住宅嘛。你给我乱讲，你给我乱讲，你当过营建署副市长，再讲这句话没有人见的。我没有用过这一句话。你没有用过这一句话？对，我也没用过。那你这样就老实了。来，我们翻下一页，旅馆式住宅是什么？时间暂停，建管处处长，事务官应该比较老实。政务官比较贼，时间暂停哦。旅馆是住宅，是不是住宅？来，你先看一下哈、哦，下一页。时间暂停。那个使用执照上写，从第5层到41层叫集合住宅，是不是集合住宅？跟旅馆是住宅一不一样？就是集合住宅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是点个头了，我不害事务官的，点个头好不好？两个名称不大一样啊。对，那事实上我们准的是集合住宅嘛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旅馆式住宅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很老实哎。来，我们再看下一页，不知道地震局长老不老实？来，他叫住家用，对不对，局长？是一说在那个建物标示部的用途栏是写住家用，就是住家嘛，对不对？哪里是什么旅馆式住宅？鬼扯，骗人的，通通骗人。写旅馆式住宅，最后准的是住宅，通通做住宅来卖。其实你看这有要求吗？这两个呛毙呢，竟然连议会都骗，所有老百姓都骗，大湾北段都骗，这个就是住宅。所以后来我在想说，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啊，我再调一下都委会的来看一看，
到底在写什么？结果都委会调出来以后，我真的非常的痛。那么，主席是叶进川，这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副市长，还有陈玉章、欧进德，这是救难英雄哎。我一直认为他们三个是最正直、最有前途的人，但是下面当然还有一个啦，对啦，练习单位督发局许志坚局长，我一直认为三个是我很崇拜的对象，不会干任何的坏事。没有想到，我不晓得是受压力还是怎样。哎，市长你来看，刚才隆重哦，会议的结论只有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本计划区应透过前结构开发整体规划，于基地南侧留设10%以上公共开放空间，供邻近社区休憩使用。跟我们要不要做住宅都没有关系。后面写余照案通过，彭副市长好不好笑？你一直在笑，来回答一下好不好笑？他准他做住宅是余照案通过呢。齐定，要这种都委会干什么？哦，所以齐定，我就没跟你告诉你，我也要跟各位政务官讲，副市长，所有的在座的，好好听一下，不要讲话。所有的官员，所有的官员，我要跟你们好好讲一句话：凡走过，必留下痕迹。不要为了做官，不要为了任何的事情，将来像这样这么难看的东西留在这里，给子子孙孙来看，有脸见人吗？我是要跟你们讲这一句话，你们好好听着，不要为了想升官，老板叫你做你就做，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就像这样，这三个人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人，我不晓得什么原因，竟敢。我们都市计划是不是讲通盘？都发局长来，都市计划是不是讲通盘？你讲到宜华，要不要谈到整个大湾北段大概会怎样？没错吧？都市计划不会只讲一个点，一定要讲到旁边，通通没有，就这个点过了，真的很遗憾啊！我觉得人生到这个时候，这样这么我尊敬的人这样被我念哦，可怜啊啊！悲哀。好，来我们看下一页，第六，那个红色的。就是大湾北段的商业区，右下角399公，右边右下角左右部分那个打屁股，哎，对，整个那个地方399公顷就是内湖区工业区。好，大湾北段这个商业区原来是这个轻工业区的副都心，没错吧？好，那现在整个。这个内科差不多已经类似商业区，刚刚我讲的做商业行为嘛，好事多、家乐福，对不对？大湾北段已经没有什么商机了。我再讲一摆，我来听市长，我讲还有多地方。你往北看，是不是济南山？那边人很少，鬼很多。因为小的时候我从那里过，几乎都是坟墓，我讲个皮皮抓。我小的时候走，如果没有坐公车，就要走路过去，那个鬼比人多。坟墓很多，好，我们再往左边看，红色往左边看，是不是都是国防用地？忠烈祠，什么海军总司令部？往南看，是不是有条叫基隆河？再往南看，有没有看到跑道？松山机场。再往东看，原来所有人都要到大湾北段来食衣住行，现在都不必来了，就等于堤岭交流道就把它切开了。所以大湾北段像不像孤岛？其实五行孤岛很像嘛。好，那么你们一天到晚有时候也会骗我，马英九是骗大骗，你是小骗。你们说好，将来啊环状线过的时候啊，哇，这里会带来人潮。欺骗小辉，这个地方已经是变成一个区域性的商圈了。捷运再怎么过，内湖线、文湖线也过啊，有没有带来很多的人潮？稀稀落落，不然怎么会开了15家？
旅馆在那里呢？所以请另外来拜托，尤其彭副市长，哪一天呢、啊？你把都市计划的委员带去看一看，看看这里还有没有商机呀、啊？我天天在那里，因为我的服务处就在对面，隔一条马路，那里会有商机吗？我才不相信。好，讲到这里，那么千错万错，都是马英九没有要远雄缴40.5%的回馈金造成的错。所以我做理完，理完做理才归你啊！我今天正式跟你道歉。一开始我一直以为你胡搞，后来发觉真正的胡搞是马英九。所以上一届的总咨询我一直在骂你啊，上一届总咨询记得吧？我今天真的跟你道歉，我也跟大湾北段的所有的好朋友讲，都是马英九的错。柯文哲只是一个把马英九那个臭柴把它掀开，你去罚人家6万块，对不对？掀开以后就臭了。所以，我今天还讲，20几年来我骂人从来不道歉的，今天跟你道歉，我是认为啦，去年骂你那个是不对的了。我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好，我们继续讲下去。那么，讲到这里，真的讲，大湾北段的商业区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商机了。所以，再问你一个，内科没有缴回馈金嘛？哈，怡华饭店有没有缴回馈金？也没有嘛。那你收大湾北段的回馈金，我是觉得收的有点手软。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一句话，我这个人有良心啊，我知道你也有压力啊，我希望，我拜托你最好是不收啊。但是呢，时间拖着走，大家都有压力啊。如果真的要收，拜托你把它降一些好不好？你回去研究一下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这个我们一包解决的，因为还有包括后面那个才是问题，第二条才是问题。好，那第二条呢，我想我的立场哈，我认为了，我刚刚讲整个大湾北段那些原来的这些分文物真的是蛮可怜的，我希望啊能够全面开放啊。啊，我知道你的立场的哈，我希望你尽量来做了哈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，这个错在马英九时代已经做了，要你来承担这个责任也没有很大的道理的。所以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其实敬业二路以西跟那五栋，其实很多都是，其实全面的大湾北段蛮可怜的，因为他盖商业区卖不出去，所以跟建商合作呢，就去骗这些最后买的这些住户，没错吧？啊，这些人是最终的受害者，啊，我们要罚他6万。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齐六，无论如何，敬业二路以西以及这五栋一定要放，但最主要我是认为啦，应该要全面开放才对，你回去好好研究啊。真的讲，这里如果没有商机，你硬把它定着有什么意义呢？请你讲一下。对啊，这个其实我们这样的哦，就说守法的人不能反而被惩罚了，所以我们也在想这个要怎么处理的。所以最近我们都阿局有针对这个再重新处理，再重新再处理啊、哦。其实你干嘛我讲有道理不？老实讲，我第一次发现你准备的实在是太充分了，这个很难跟你反驳啊。所以，我真的我自己在看的，但是哦，很奇怪哈、哦，当我要什么东西的，自己会跳出来。像在 Google 不小心就看到这个《联合报》的记者写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这上天对我也很好，我喜欢看的都会给我看啊。我真的跟你讲，我真的很认真在看。我不是念都市计划的，我是念国贸的。好。那我想再拖下去，这个拜托你好好研究一下好不好？全面啊，至少要把这个放掉，就好好研究一下好不好？那个彭副市长，哪个要回？谢谢陈议员的指教，其实你也是做都委会主任委员了。对大湾北段来讲，是安尼啦哈。对大湾北段这个议员已经关心好久嘛，那都发局也为你的为你所建立的案。还有其他议员建议，让我们也研办。本来第二次专案小组会就要公布了哈，也很多人认为说一批一批，反正一直研讨一直空过嘛哈。那也有议员认为说，其他大湾
这个纪念二路以西的部分，所以我们现在那个都发局举办了两次的说明会，一次对学者专家，一次对地主嘛。那我已经拜托专案小组召集人哦，他开第三次的专案会议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做综合研讨，然后再会送到大会。那、至于底下两个什么时候送回大会，我想那个议员不用急啦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专案小组召集人哦，伊看到这个干部伊嘛真认真呐。啊，我们会这个案哦，继续把它追，尽快的把它做得比较圆满，使得做出来以后不会漏洞很多这样子。当然，要跟议员报告说，都市的发展哦，也有学者专家有一定的看法。我们会综合市民、民意代表还有学者专家的意见，去做一个妥善的规划。当然，你所关心的这个敬业度以西的部分，大概是成案。我想跟你所提问的，那五栋有没有成案？五栋好像也成案的吧？对，两栋。我第三敬业二路以西跟那五栋，应该是成案的。成案了，好，今天来的大概都是这些人。好，起听我不来讲哈，我知道你有压力的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如果真的有压力，监察院在找你，你就把我这一套拿给监察院，说真正的违法的不是我，是马英九。其实我讲真的，真的很奇怪，怎么会一个人头脑像豆脑渣子，耳朵跟他密密的，面粉做了好气话骗他呢？我真的是很难想象，很难想象。所以启天瓜再次拜托你，赶快处理，不然这些人哦。真的讲睡不着觉，这个我们会加速处理的。本来当时就已经决定要处理了，后来因为这个全面开放的问题哦，有 delay 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全面开放的地，还包括如果开放的话，到底要怎么回馈，要一并处理的，因为一次一包处理。所以，我想彭副市长跟杜阿局长，我们尽快把那个第三次专案小组会议开完，我们在府内定案，再送都委会，我们要尽快处理。好，拜托你，谢谢。